保育团体救援人员一直用热显像仪在定位这个小猫的位置，原因是它出生之后不明原因就掉进了水管里，掉了6层楼的高度，然后呢被埋在排水管，没有办法出来。救援人员整整3天，加上仪器徒手挖掘，才把它给成功的拯救出来。